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空爪龙类足迹。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小的一个圆坑，这个是它的第二个指头，它的脚上有三个指头。这类恐龙足迹原来非常小，这是第一次发现这么大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在对研究恐龙的演化很有意义。